根之旅夏令营、福州营今天上午开营。围绕中华文化寻根图岭的主题，未来一周内28名旅美融籍青少年将聆听专业老师讲授中华古岭花茶、脱胎漆器、收山石的课程，并参观古岭、三峰金像等历史名胜古迹，以体验的形式学习福州乡土文化，领略闽都悠久历史。我们希望他们呢，这几天之内在国内多看看、多走走，还有呢，最主要就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美国去。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“我行我动，寻梦中国”中国海疆万里行一行九人昨天抵达福州，开展为期2天的福州船政专题采风活动。大学生们参观了马尾造船厂、船政博物馆等，了解船政历史，感受船政精英风采。马尾船政是